这下终于要做高空压支，我留了几个大枝条，我要试一下，怎么能够这次把环切做的切底彻底一点点，然后可以把这几个 Cafe Molly 做成是高空压支的树玫瑰哈。stand 做 stand 好了，我这次要用我的这个纯制石啊环切做高空压支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试一下。这次能不能成功？希望6个星期、2个月内能出芽吧。这边开花，这边就长芽。剪下一堆枝条，还有这里施冬肥，施完冬肥之后铺不铺塑料呢？我要想一下啊，因为还有很多没有完工。啊，这个总算这个大爬藤被我撸完叶子绑扎起来了哈。再看一看大爬藤 ，parade 就是横跨，这个紫色的 silver quicksilver 就是斜的爬上去，左边的就是那。这是我的生日待遇哈，每年的生日和圣诞，是跟母亲节跟生日，我就有这个在床上吃早餐收礼物的待遇。你看我的幸福是非常频繁的，触手可及的，脚踏实地的。OK，Thank you, honey. Honey, thank you. I love you.悄然把你想灭掉，这一点所有的烦恼。